原来你们大家以前都是懂业务群出来的，跳得好啊！嗨呀，两个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个飞哥，这是巫启先生哦，大家好，张信哲先生，大家好，那边那位是薛忠明，哦，薛主持人，这边是唐娜小姐，哎，大家好，领悟小姐，小西小姐，那位是陈小娟小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出场跟以往不太一样，是。我是想先给明天呐，就是93军人节了，要谨以这首歌曲向我们全国伟大的三军将士们，致上我们最崇高的敬意。哎呀，所以这个大家一起啊，唱唱这样的歌，一定有很多感受吧？感觉都不一样。是，难得在综艺节目唱到进化歌曲，对，唱完之后的感觉是通体舒畅，任督二脉一通啊！哎呦，已经打通了是吧？哎呦，为什么？刚刚讲了，军人是非常辛苦的，对，台湾能够有这样经济繁荣长足的这种发展与进步呢，都是因为有这个不眠不休、不辞劳苦的三军将士们做我们的国防的后盾。哇，厉害！这是美国军校被开除的那个吗？不是啊。
真的考过金奖，真的考过。那时候体检那一关，因为我有近视眼嘛，然后我就想尽办法要考过，然后我就戴了一个隐形眼镜，但是我还外面还加戴了个外面戴的眼镜。我想说体检的时候把那外面眼镜拿下来的。眼镜拿掉，我是跟你学习的。三金匠师，把眼镜拿下来之后，那个主考官就不知道我戴眼镜了。结果呢，我的距离跟主考官的距离大概跟我到薛仲明那个距离这样。结果我眼镜一拿下来，他说：“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”他竟然看到我戴隐形眼镜。你看看这多厉害！因为隐形眼镜会反对，因为他戴了一个蓝色的隐形眼镜。哎，你这太漂亮嘛！怎么搞那么咖啡色、蓝色的？对呀，戴个蓝色的。由此可见，对不对？当兵、当军人呢、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开玩笑，那是一般的普通的这个抽签，这个叫什么？国民义务兵啊。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去的，对，有很多人就是国民兵，七天的，政府对他们有另外的安排，七天而已。现在我们的这个精兵制啊，身体不但状况良好，是啊，各方面都很好，稍微有一点不行就打下来了。对啊，那真的，这样你还能当兵啊？少一个都不行啊！真的，真的，那你还那个时候他是戴蓝色的眼镜。刚刚你们讲到烙军啊，对啊，烙军我觉得是最唐娜就跟我们说说看，您烙军的这个实际上烙军，他们实际上烙军，他们好像烙军，也名其实也就是闹军，闹军的，对呀，军队里面一团的热闹，对对对。想想看您的那个如何参加三金军将，对不起，您是烙过什么军啊？我烙过很多军，肯定是到前线嘛哈。对，我们去过金门嘛，我想我们四位应该都去过金门、马祖，还有东沙群岛啊、大胆二胆。对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刚出道第一年就跑了金门烙军，那么就到金门好几个小岛。我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觉得哇，他们好可怜哦。因为那个地方只有一二十个阿兵哥在那里，是是是是 是。那第二个感觉就是哇，当艺人很幸福，因为我觉得只有艺人有这个机会跟权利，还有这个义务去做这样子烙军的事情。不错，那小琪呢？其实烙军呢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，可是我觉得像有一些义工队哦，他们也是要去烙军。可是我觉得我今天要讲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义工队里面也有一个幕后人家不知道的故事。哦，这个故事跟大家说。我哥哥以前就是义工队的嘛，他是那个叫做新嘉玲。哎，那不是很熟吗？以前还在放假到我们家来吃饭，我的同事嘛。你们是在一起当兵，跟他哥哥。对对对。然后我的妹妹。那个时候我念书嘛，一有空我就去看我哥哥。那时候张燕婷现在的飞鱼。张燕婷。跟我哥很好，你知道？张燕婷。因为女孩子不能一个人到军中去嘛，我每次都拉了很多同学去。那时候张燕婷现在飞鱼青啊，看到一大票女孩子来，她就好兴奋，因为她一兴奋就很爱表现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然后她就下来呢，然后旁边刚好有一些道具，那个道具是一条绳子，两边有那个铁球，哎呦，所以人家那个耍特技有没有刷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好棒这样，她说我也会这样，然后就在我面前，我们一排这样，她就在我面前这样，我也会开始耍。好高兴，好高兴！就听到哐一声，然后他那个表情就，敲到哪里了？想清楚啊！某处，某处啊！哎呦，这个背心，你这个爱线！我当兵的时候，一看到有烙军团来，有这个很漂亮的歌手，或者是像会客人嘛，带点漂亮的女孩子，平常你就会开始爱线。哇，这个阿兵哥就线起来了。哦，对对，胸脯就挺出来了。到福利社还吸毒。啊，对对对，记性这么好，干嘛打到哪了？哎，那个怎么会不那个无法遗忘的，真的。对，军人嘛就是讲究稳准。启贤有当过兵吗？你好奇啊，都问马来西亚有当过兵吗？对对对，你讲别人有当过，你想那么开心干嘛？你又没当过。当兵的感觉我都有啊。你哪里有？你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我身边的朋友都当兵了，所以他们的感觉我都有啊。他也是烙军的，不要吹牛。你们新加坡的，其实新加坡人他们也有军队的，也有军队啊。他们的军队大部分都在我们台湾的陆战队训练，代训。小心啊，你们的地形我们都很清楚。哎呀，不过新加坡跟台湾是好朋友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随便轻松一下，没事没事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他们新加坡是陆兵制，陆兵的，就是有薪水，薪水很高。不是不是，新加坡是征兵制的啊，征兵制。马来西亚是募兵制的，征兵。对对对，那马来西亚是募兵，那我是马来西亚人哦。那么募兵这个当兵的薪水又不是怎么高，我就跑去唱歌了。你没有当过兵的话，你怎么了解这军队里面一点点滴滴一些？
因为那边是募兵制度，所以有很多职业军人，我们都看得到。职业军人啊，职业军人啊，是职业军人的，是是是。因为马来西亚很多森林啊，我看那你们马那个新加坡的军队可能比不上我们台湾，真的吗？台湾不但有纪律，而且有音乐，我们的军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那我们也有军歌啊，新加坡也有军歌，也有军歌，怎么唱法的呢？我们军歌是比台湾的 fashion， 你们台湾的军歌都比较进化了，对不对？比较钢铁，比较雄壮。你们啊，新加坡的军歌，我一定要。你会有军歌吗？你们？我们的军歌，你来一下，我们听听看，来，严干，我们大家听听节奏。进！哎呦，这个厉害了，比较西方式的这个哈。向正，你说你想要逃。军歌比较少，大概他是把流行歌曲放在里面。你看，我们刚刚一出场就一直歌颂我们伟大的军人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用歌声呐，来那个向他们致敬。我们大家来开始配对一下。好的，献给他们那个成功岭上的同志们。我邀请林淑荣小姐跟我一起合唱。好，好，原地踏步，走，成功岭上，预备。雄来自四面八方，从四面八方奔向成功岭上。胸怀有崇高理想，有崇高理想，值得在成功岭上。向左，向右，转，向左，向右，好，鼓励一下。好，讲到这个成功岭。张信哲，你是不是也到过成功岭啊？我到过成功岭好多次，都是去绕军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也去过成功岭，那边环境非常好。对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坐育英才，这个的一个这个摇篮地方。对啊。真的有没有讲错？有没有讲错？没有讲错，没有讲错。那你们唱我以为我好，我以为我讲，你讲的非常好。痛失英才，我想我是不是讲错了？你们这样讲好吧？坐育，对啊，坐育英才，坐育英才，培育国家优秀青年的摇篮。成功岭上，你们都去过吗？有没有去过？去过，去过。啊，把那感想说一下。那是陈小娟，陈小娟啊。我第一次去成功岭的时候啊，那次很高兴，就准备了鸡汤啊，什么都准备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弟弟那一年刚好考上大学，上成功岭。大概有六周的，结果弟弟回来是不是真的改变了呢？真的改变了，那个肌肉是这样一块一块，跟飞哥一样，是是是是是，非常的英挺，看到没有？飞哥剩下一块，现在我给人家的印象还是一块一块，一块一块，您是一块，我的外号叫炸八块。成功岭我也去过，你也去过成功岭？去过成功岭下山了以后啊，我想到了一句至理名言哦。就是繁荣国家的背后，一定有一批成功的军人。好，鼓励一下。哎呀，来唱首歌。哎呀，你也唱首歌。我也唱首歌。跟谁唱？小娟。小娟，来，请出马。立正，原地踏步，开始。没有人叫开始的，那怎么样？走一步，来吧，还有这样子的吗？原地踏步，走。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蓝天白云好时光，大家手拉手走向大自然，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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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鼓励一下。好，要离开了，离开了，解散。解散是全部都解散了。唱完一定要叫一个立，哎，薛中明的那当什么兵的？我是装甲战车不是装甲。装甲就苦了。以前我在陆战队当兵的时候，我一那个训练中心一完毕啊，就到澎湖去演习。哎呦，那个我们那个水鸭子有没有？哎呦，那个真是恐怖了。是是是，方形
对，哇，然后里面可以坐三四十个人，对，哇，然后全部都是全副武装，对对对，然后到了澎湖外海的时候，就开始从那个船的头打开来，然后涉水，哇，哎。那个登陆前就靠这个水压，那个那万一那个时候引擎如果一停掉，是相当危险。哎呦，保养都没有问题的，一流的保养。你要给我们，所以我要邀请唐娜跟我唱一首《为官兵带来前程万里》。哎呦，唐娜，唐娜，我家里有没有人当过兵啊？我弟弟，我哥哥。跟陈小娟，你们的弟弟有没有发生什么兵变啊？没有，我弟弟那时候。没有交女朋友，这样说我是算早熟。大哥当兵的时候交女朋友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不像有些人退伍都快十年了还发生兵变。真的，小亮哥。哎呀，我们在这边要开始心战喊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幸跟小亮哥这个相处，能够白头偕老的女孩子，那真是一个福气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，赶快起义来归。凡是嫁鸡来归者，赏黄金五千两。我们现在是九成军，对对对，讲讲军人。我跟你讲，你是要跟谁？我跟薛中明要唱一首《前程万里》。好，来来来，欢迎他们两位唱这首。好，要叫。原地踏步走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四、二。我们是年轻的一群，有的是热情和诚恳，打起了一处的旗帜，展开长途旅行。纵然是遍地有荆棘，也要勇迈前进，呼吸那新鲜的空气，欣赏美丽风景。我记得呢，有一次我到东沙去，然后我们一下飞机看到，哇，那些弟兄们都哇好热情啊，排队，然后他们自己用那个花呀，那个做的花圈，然后用那个沙呢做的那个画送给我们，只要是女的，他们就哎呀，过去都有，所以每个人都变成桃花舞春风了。哎呦，对，真的是，其实你看他是他要唱这个歌，他把它转得多好，没有，真的是前线的将士们，其实他们都很细心，他们会用那种仅有的一些。特别的一些小东西，像卫生纸啊，什么东西的，但是他会做出很细致的东西来献给女孩子。对对对，真的你想不到的那种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。是是，那你收到很多纸？我没有。所以你们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是《桃花舞春风》，欢迎这首歌曲啊。一树桃花千朵红，朵朵带笑舞春风。桃花伴着春风舞，万松哥哥去从容。一树桃花千朵红，朵朵难比美娇容。天生娇美不爱谁，只爱哥哥气如虹。桃花伴着春风舞，男儿从容地打动。包裹真英雄，名扬四海好威风。一树桃花千朵红，每次花来各似风。立功归来花下回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啊，沙欣立足休息一下，继续到我们的龙兄虎弟。应该说，他是一个现代的活化石。对，放。他写在屁股上了。那是要我看的。十分钟一步，Oh my God！